南韩人气团体 XO 成员 DO 自从拿下青龙电影新人奖便开始在戏剧圈大放异彩，但他同时身为偶像团体的成员，尽管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演员，但他仍坚定表示 XO 是他永远的家。 DO 日前拍摄时尚杂志，他用充满魅力的眼神直视镜头，展现出游走于演员和偶像歌手间的独特帅气。 DO 笑说，透过演戏可以尝试过很多没做过的事情，这让他很开心。不过自从 DO 以演员身份被认可后，不免俗会一直被问到该如何在 XO 和演员之间做抉择。他也再次重申， XO 成员对他来说是一生的朋友，在一起不管什么时候都感觉很舒服，就像家一样，为成员和粉丝大大的打下一剂强心针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